谢谢，没关系，这样就好了。500好了，那可以啊。大家应该对饭店里提供什么应该很好奇，所以我介绍一下。这边它原本是有放6瓶水，因为我喝掉了，旁边还有一箱24罐的，所以其实总共水有30瓶，也有冰箱，所以可以叫饮料外送。衣服算是贴身衣物，所以没有办法提供可以洗的服务，但是饭店会给你洗衣粉，你如果想要自己手洗的话，是可以在房间里洗的。再来，它也会提供多一点的这备用品，像卫生纸啊，然后一些牙刷、浴帽之类的，还有毛巾，它也会多提供一些给你，这样子其实是够用两个礼拜的。要喝什么呢？仙草冻奶茶跟鲜奶茶，饮料来了，耶！好，指挥中心关怀您目前身体状况，一切正常，请按一。谢谢您的配合。早餐会吃什么呢？看一下，隔离第一天的早餐，是麦味登。培根汤种加荷包蛋，现在这个地方完全就变成饭店的人员跟我东西传递的一个位置。然后这个是昨天我的晚餐，垃圾就放这边这样。他给我的身体状况的一个检查表，每天都会记录。其实我是没有电脑的人哎，我的影片几乎都是用手机编辑的。这几天就是会过得比较无聊一点，然后努力用手机升影片，这样可能特效啊音效就不会太多。电铃响应该是要量体温吧。不好意思，嗯，量一下体温。哦，好，36.7。好，谢谢。刚刚电铃又响了，放了一大箱，这个应该是政府寄来的什么关怀包吧。开箱。哦，看看都放了些什么。冲泡式的饮料，口罩，口罩好多哦。温度计，这个从那等于说从晚上开始就不用像刚刚这样有人来帮我们量，自己量自己记录。黑芝麻牛乳，黑芝麻牛乳有两罐。排骨鸡泡面五包装，还有这个八宝粥，天哪，东西好多。冲泡式的浓汤面，这是什么饼干？一般的饼干这样，还有这个菜包饼，最后再给我一个 Foodpanda 的，让我订外送的，不用啦，我已经有送餐的东西，已经吃都吃不完了。今天是隔离的第二天，刚睡醒。然后早餐呢，一样是麦味登红茶配一个猪肉蛋堡。午餐会是什么呢？哦，这个是我昨天打电话交代的，因为他们送的东西真的太多，我真的吃不完。这我还是觉得好多。茄子还蛮好吃的。我的早餐都还没有拿，午餐就来了。第三天的午餐，今天换一家了。待会可以帮我送一下那个洗衣粉跟厕所的卫生纸吗？对对对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呼ずっと。あ、待ってくるから。
まだ遊びたいの？突然元気になったね。ミカ。妈妈不在外面啦，妈妈不在外面，对，妈妈在后面，对对对，好聪明，妈妈不在外面啦。我朋友买东西来给我看一下，你买什么哈？很多很多你可以买，你可以买遐济啊，奶茶。对啊，你爸爸我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买茶。还有可乐果，耶、yeah, ，泡芙。在楼下喽。在哪里啊？外面好像风很大听到咻咻咻的声音。你有看到我吗？哎、我们现在要一起吃 Mr. Donuts， 果然还是台湾的比较 Q。比日本很怀念，比日本的 Q， 你这样从你那边骑过来要多久啊？一个小时啊。那么久？好久的。好远哦。隔离的第五天，终于不是吃便当了，今天吃八方云集，好久没有吃八方云集了。还有馄饨汤，或王丹王丹，台湾的王丹欧记。今天是隔离第六天，午餐是吃面。没事，我大概風邪ひくわ。不太得。米のご飯買いに行くわ。可能も。刚刚电铃又响了。好奇怪哦，才四点半，怎么会送东西？看一下，这是什么啊？居然还有零食哎！21号12:04。我可以逃离饭店了，退房合约书什么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契约书，这个我带走吗？对，